指立柱，手腕别压下去，哭什么哭啊，好意思哭。没想到你还会弹钢琴啊。从小我妈逼我学的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些，她还非要让我考音乐表演啊。还没好啊，音响好像坏了，要不咱们用手机放吧。不要，你跳吧，我给你伴奏。我辛辛苦苦教你弹琴，是为了让你在大舞台上发光的。你在干嘛？别发那么大火了，孩子还小嘛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嗨，哪知道今天降温啊，这出门给我冻的。哎，你这羽绒服看着挺保暖的，什么牌子？我特地选的是高凡黑金鹅绒服，他家是专做鹅绒服的中国品牌，里面填充的是飞天鹅绒，是名副其实的绒中钻石，巨保暖。链接发我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买的，现在左滑逛抖音商城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到同款，不仅有官方保障的大牌超低价，还有很多日用百货应有尽有。这次抖音双十一，喜欢的直接买，一件立减不用凑，上衣神卷更超值。优惠力度这么大呢？那我现在去看看。我放音乐，咱们开始吧。啊，老师，那个音响好像坏了。怎么就坏了呢？那就麻烦音乐老师给孩子们当一下钢伴吧。啊？小贝。哎，咋样？我妈弹得不错吧？